好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呢，是有关于塑胶管的录制。录制的话，其实刚各位我们看了前面这一段，你会发现我刚录其实还蛮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反正熟能生巧。现在怕各位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不熟悉，那我有在我们的数位学习平台上来帮各位准备一个，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我们从这边，这里面我们会介绍两个软体哦。那跟如果说老师您主要是要用在数位学习平台上的话，我倒是蛮建议大家用那个第二个叫做 Active Presenter 这个哦，这个上面这个。地方的 video capture 这个是比较单纯，就是录影的部分。我平常是比较常用它，但是如果老师你要做教材的话，因为你需要有一些选单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用第二个。那您看一下右手左手边这边，这里有没有一个这个输出的 demo？ 嗯，你可以按一下。好，按一下之后呢，这边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内容就是讲我们刚那个申请账号的，它这个软体 Active Presenter 呢，它可以输出你现在看到这么多的格式，你可以把你的内容直接变 PDF， 也可以转到 Word， 也可以变 Excel 跟 PowerPoint。 不过我发现 PDF 的话它中文会有问题，它这个有中文版，好，刚好最近改版有中文版，繁体中文了，不是简体，以前是只有简体版。那其他的除了 PDF 的中文有问题外，其他的都是正常的。我先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，好吧？第一个那个很单纯的，如果您的内容就是要展示用的，第一页呢会有一个告诉你怎么操作哈，那这就不管它了，只看第二页 ，Page Down， 这个是我的内容，它自动帮你做好，等于说这是一个网页。他自动帮各位做好，那我们再往下。好，他就说，要怎么做？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比较小啊。好，我把画面稍微缩小一下哈。好，他就像这样，然后呢，下一页，你做了哪些动作？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这些动作吗？对不对？那他会帮你拍下来，然后呢，在上面变成很单纯的 slide 而已。第一种比较简单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比较进步一点点哦。我们来看看这里哈，第二种 Word 的。好，我先直接打开好了哈。不过这边打开不是用微软的打开，我是用 Open Office。这个是连接到那里哈。好，你看一下整页，它一样帮你把这个内容。有没有顺便帮你把目录做好？我们在 Word 里面会做目录嘛，对不对？目录做好一样，就每一页的内容都帮你抓下来。好，这个是它这边的输出。那我们再看哦，一次用那个应该不用了。简报其实也是都是一样，就变成每一张的投影片。好，我们直接看 A 卷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看的那一个，但是刚看的那个比较窄一点。你看像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。这边呢，你可以用什么？可以直接做示范的。你如果上课的时候有录音，就是他就跟着录音。老师，我们上早上的那个 PowerPoint， 请问 PowerPoint 要产生右手边这些？这个是就是 PowerPoint。原则上，如果您是用那个 PowerPoint。它也是会自动帮你产生右手边这个，而且老师有没有稍微注意到我们的这边，当你讲到哪一个内容，这边镜头有没有告诉你现在讲到哪里？它跟着简报走。可是 PowerPoint 的缺点在什么？你只能用 PowerPoint， 其他的部分这个它就没有跟着走，但是这边就没有局限那一个部分。好，这是它的优点，它可以自动帮你产生这种回旋的。它也是网页，所以老师你放到网页那个数学平台上就是这样子，它就可以呈现出来。那如果你觉得说那右手边有点怎样，好像看那个，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，只看中间内容。好，只看中间内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。好，这样就已经做完了。那这种方法呢，
你现在看到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示范，但是有些时候，像现在有些学校都比较专注在什么那个认证考试啊，认证啊，比如说那个 MOS 啊，还是像我们学校还有那 Adobe 的认证，那他们会比较强调就是要测验。那有些时候老师就必须要入所谓的解题，怎么去解题？那你录完了之后，那可以直接看示范，也可以怎么样自己来这边练习，就这样每个步骤这样去解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练习的部分呢，它也会自动帮你产生。一样会有做说明，可是呢，因为是练习，所以它不会告诉你说要点这里，你要自己要让它自己去照着那个顺序去点完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。好，它的优点，所以它可以向上去产生这些内容，但是又不用编写网页，这是最大的好处。好，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当然也可以直接变成 Flash， 好，变成 Flash 的影片，也可以直接只输出成单一个影片，像我前面上课这样，就是录成一个影片，这样也可以。那这样就没有互动。所以如果您比较有需要互动的地方，您就可以像我们刚这个 Agent 的这种网页的方式直接做出来，输出就好了。那当然这一套对他来讲，这个是属于商业版的内容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它免费版本。所以老师，如果您再有疑效的话呢，那么在这边有分成几个模型，就是说，状况的话呢，那个免费的就是一般就是它本身也是百分之百的免费。好，在这里，那里面可以选择就是交易版，就是可以去交易的，或者是说，你在分享一下。这个功能就是